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在大创逛的时候发现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可以说叫做织女好物。这个是指尖防滑帽，因为每天都勾东西，所以看一下我的指尖，我觉得和每个人勾东西的时候习惯有关。我每次就是钩针穿入的时候，还有就是拉线的时候，两个中指废的比较严重，就是死皮特别多。每一包里面只有三个，两侧有两个出气孔，这样的话用的时候手指不会出汗。套在两个中指上，Hello Kitty 还是比较正的。然后呢，看一下在钩针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费劲，我觉得没有比较费劲，还是比较灵活的，而且也保护了就是指尖。如果做美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做美甲的时候也会保护那个美甲不被这个钩针给划花了。之前呢，我也买过其他的就是指套，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出气孔啊，时候手指都很难受，在里面时间长了就容易出汗，不方便钩针的时候不方便。